飞越眼前的山际线，看见梅雨沥沥的初夏江南，围墙摇曳，桨声霭霭，平静的水波甚至来不及驱散帆影，一座石桥已悄然将我们的视线引向远处的稻田，阴阴的浅草还在，融融的烟柳还在，活着的江南扑面而来。这是早于民用航拍器普及前近半个世纪的航拍中国。钱松岩创作的《常熟田》，以传统笔墨呼应时代，以恢宏气势超越写实，成为中国新山水画的样板。1963年，国民经济正逐步从困难中得到恢复。64岁的钱松岩想以一幅寓意丰收的画作抒发对生活的希望，他想到了自小熟悉的江南沃野。老家宜兴是著名的水乡，家门口就是无边无际的水田，长居无锡，登惠山而北望，阡陌纵横，直入云烟。再就是常熟，登虞山而南望，秦川环绕，勾连城乡，十年久涝的锅洼地变成了米粮仓。当田畴纵横，铺展出故乡的样貌，在熟悉的稻香里，数十年的磨砺、思索、突破，是将发于笔端。他要创造一个不同的江南记忆。我是江南人，看到石涛笔底的家乡风物，特别亲切有味儿。西山向西，以里是惠山。平平的，少层次，少丘壑。超逸的笔墨把人引入诗境中去，神怡无穷。这是1949年之前，钱松岩眼里恬淡雅致的江南景。生于晚清，从小浸淫于芥子园画谱。一出手就是云海松涛，山高则长。老派画家钱松岩不想自己从此老去，期待能在新的时代做画艺的少年游。1949年，他是50岁了，他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还是一个年轻人的状态。那既然要注入一种时代的精神，尤其对一个山水画家，他要饱游玉槛，行千里路。工作地所在的无锡，恰是全国著名的风景区和工业区。这一天，孜孜求索十年的钱松岩来到城北的芙蓉湖，运河逶迤如故，远处是工厂群、黄布墩、惠山和西山，恍若石涛的淡墨青蓝。近处是舟楫往来、热火朝天的码头，装卸货物的传送带、吊车和货车则让现代气息扑面而来。大树的浓荫遮蔽了琐碎的细节，墨色的整体感让工业与风景融于一炉，新山水画的气韵开始显影。虽然画的是芙蓉湖上，但实际上他画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而且是用山水画的方式来表达的。求变的探子不止在江南的画室。1960年，钱松岩以花甲之龄参加了江苏国画工作团
长达23000里的写生之旅，他把这趟旅程称为壮游。河南三门峡，钱松岩从禹王庙的角度远眺建设中的水利枢纽。历史上的禹王庙是大禹造人鬼神三门引黄河水东去的所在。现代的工地营垒正践行着更先进的黄河安澜，两者之间黄河亘古东流，历史和现实就这样在画中相遇。传统的笔墨符号与时代的诗意气魄也在这一片云蒸霞蔚中实现了统一。这次旅行老画家们觉得是非常震撼，从此改变了他们对这个新中国的整个的认识。通过这种反差来表现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感叹新时代生活的一种巨大的变化。重庆红岩村，著名的革命圣地，和所有人一样，钱松岩只能涉级而上，仰望树影重重的山峦，领受雾都云遮雾绕的晦暗调子。但是他的创作却出奇的大胆，完全摆脱了日常的束缚，视角像无人机一样升将起来，刀劈斧凿般掀掉黄蕨树的遮蔽，赋予山岩通体的绯红，巍然气象豁然显露。红岩这片颜色让人感觉是革命志士，你说鲜血染成也好，是代表了他们这样一种革命理想也好，这种象征性的意象色彩，地方特色、时代气息、整体气势，这就是钱松岩解锁新山水画的三把钥匙。当钱松岩回到故乡，再看江南，一切豁然开朗。那些曾经失落的关于笔墨的自由也欢跳着回来了。在钱松岩的笔下，河道与土地的配合虚实相间，即使画面铺满，田野的高下远近、深浅、大小、详简调度有方，既遵循了传统，又打破了平板的局面，在点缀以往来周集，静中有动。这还是江南，但却是更加生动而丰富的江南。钱松岩夸大了田野面积，成为画面的统领，以得其气势。而视角的秒看、透视的延展，更让这种气势自然溢出画外，彰显出农业生产的磅礴伟力。与此同时，钱松岩以鲜艳明净的青绿铺洒，令画面优雅堂皇而充满生机。题款常熟献境，平畴万顷，岁岁丰壤，常熟二字一语双关，是讴歌更是祝福。1964年，65岁的钱松岩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100多幅作品所蕴藏的时代气息和创新精神让人们感到振奋。常熟田作为其中最成熟的代表作，更是广获赞誉。钱松岩这件作品的诞生是起到了一个先行者、率先垂范的作用。这件作品到今天我们仍然把它看作是代表那个时代的高峰作品。这种饱满的新时代的生活气象融入在他的笔端，成为当时中国山水画家的共同意念。
钱松岩这样解码他的新山水画。山水终是人的世界，不能与人无关。假使石涛生在今天，也一定会把惠山运河画得更漂亮。是的，笔墨无有过时，端看握笔之人是否如少年，践行于天地之间。人可老，画不可老。